周慧妍，我们实际会员。就算工作再忙，有时间侯顺氏就跟人说慈济，也邀你来做慈济。做好事、做福田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，因为我们可以帮助那种苦难的人，不要井口不开，要敢敢开口，才有木多一点的。不管有时间没有时间做就对。有时候6点半放工，那还会争取时间，赶快吃饱就去服收会员。积极招募百万会员，承担工作也跑在最前。这样热心的身影却成了大家最怀念的过去。11月初在回家的路上，侯顺氏突然倒在路旁，与世长辞。我们都很敬佩你的精神，可以那么做，做那么多的好事都不会喊累。家属难以接受无常的到来，法亲职工们默默陪伴在旁，用祝福代替悲伤。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他就是那一种走在最前做到最后，然后每一次有什么工作他都是勇于的承担，非常精进的一位师兄。在我们在跑街爱洒的时候，他是我们整组的最大的一个动力。现在师兄离开了，我们真的是很不舍啊，只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带住他的精神继续走下去。今年上人给了我们300万会员，能做就全部一起做，发愿有心就不难，做就对了。延续他的愿望，继续传播善的因缘，这也是怀念他最好的方式。大爱新闻张晓慧、钟建明，马来西亚报道。